我为你们准备了许多有趣的冒险，有死亡、毁灭、疾病等等。现代世界能够提供给我们的乐子一应俱全。为什么总是那么着急？这里不用赶时间的。这锁住的门，他感觉不到痛苦，是执行这项任务的完美机器。的时刻到了。不会再计算死亡人数了。话说回来，我也从没算过。用这个方法结束你们的生命实在不太有效了，但是就是。我准备的所有零件引导你来到这里，你毫无胜算。真该送你们去跟乌龟赛跑，但我看你们去了那里，胜算也不高。有东西，你们找到了一个东西。知道你们的动作比跛脚的乌龟还要慢，我何必耗费苦心为你们打造这么多的机关呢？好的不能再好了，我最棒。我们可以把你们留下来做更多实验，文明在一步一步走向灭亡，你们的生命也随之消失，不是今天，也不